小明，你说好，就算只有一秒，我是全世界最开心的人呢。小明，命中注定，求求你嫁给我。你已经死了。啊！一起通过最后的测验，才算是结训。特训的鬼，强制投胎。连绑一条红线都需要2个月了。我只要绑上红线，他们就会谈恋爱。我跟你说一个秘密，最想你的人，一定还是我。史孝伦，你不可以忘记你说过的。30岁的时候，你没有人要，你就嫁给我。你要天天让人鬼恋到什么时候？跟别人在一起，有些事一万年也不会变。